第四章，大长老之死。大长老醒了，大长老，周全，你不用伤心，我知道大限已经到了。龙神，你听着，是。你就继承我的位置，以你的力量维护正义吧。大长老，知道了。大长老，为什么能继承你位置的人不是我吗？你这老糊涂！虎弟，你做什么呀？你走开！继位人应该是我。你龙神算什么呀？你龙神算什么啊？他这样就反叛了，我理解。眼睛小时候对这段剧情没有什么吐槽点，现在看起来满满的吐槽点啊。好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这句话你应该问问大长老这个老糊涂。我有什么比不上龙神？你就是太狂妄了，所以大长老才选上龙神的。难道你也这样认为？所以才选上龙神吗？虎弟，不要胡闹了。朱雀，你可恶啊！谁阻拦我杀龙神，谁就是我的敌人。哎，就龙神都没意见的，对，龙神都没讲话，哇，龙神跟哑巴一样，把外弄打的，龙神跟哑巴一样，天极猪，我们等下走过来好了。天极猪是干嘛的？哦，加50哦。30%， OK。 继续。我方角色只要变反派啊，他的行动力跟攻击力都会变高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亘古不变。被打超痛了。龙神，你没事吧？虎弟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朱雀，哎呀，啊，每一场战斗都打不赢，是啥回？啊，每一场打不赢，这游戏是这样玩的吗？我最讨厌那种打不赢战斗太多了。哎，打赢了，奇怪。他刚为什么打不赢？要弄必杀技打死的。啊。朱雀，虎弟，你太狂妄了！虎弟，你快离开这里！朱雀，我现在还有生存的意义和尊严吗？哇！呀呀！第五章，逃亡。咦，
发生什么事？幻魔，神中神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是穿过幻魔？而且好突然啊！什么东西啊？都忘记还有这段剧情了。啊！原来神中神就是他哦！啊！看来他空姐造势都一样。啊！不要不要！闪光柱！先过60秒就好了。6章，新的敌人。你竟敢阻拦我们！龙神在哪里？你们找龙神干什么？这不关你们的事，不知道的就快点给我滚！可恶，你们想打架吗？好，百苏，我们动手吧。小心应战，这次的敌人看来并不简单。小姐，不想成为炮灰的话，那就快说出龙神在哪儿。小朋友，让姐姐教你怎么做个乖孩子吧。小朋友，可恶啊！可恶啊！怕输，怕输，是白输啊？怕博博输哦，博输。好，嘻嘻。我觉得先把蝙蝠干掉。哎。没有没有，他们 这款游戏是在香港街头这样。这是什么？哈哈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我已经在地上布满了百苏地雷了。百苏地雷？是柏苏还是白苏？是否有地雷？也就是说我会踩到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都不动，很贼哎，要我们自己走。来找茶匠，要我们自己过去打你们，你们这样对吗？我兵，哎，知道我厉害了吧？要蓄个气，蓄个气好了。然后朱雀打后面。升级。寒冰炮。哇，寒冰炮哎。
哦。再一次，再冰一次，你然后应该就可以赢了。再冰一次，攻击！玄神封魔剑，嫩。那怎么熊我还没升？凤翔天舞，大家起立吧！哇！看来你们必定是妖物的同伴。就等我和玄武收拾你们吧。且慢，急电！他们又多来了个同伴。龙神，你来的真合时。急电，龙神。我们又见面了，原来你就是龙神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奉了上级的命令，来这里找出一个背后有刀痕的妖物，然后把他杀掉。为什么要找这妖物？因为他在我们的世界造成很大的困扰。什么？你们的世界？我……好了，我们只能说这么多，其余的必须听从上级的指示。那你们跟着要怎么做？我们只知道这个妖物会在你们身边出现，而上级的指示是要我们留在龙神的身边。龙神，你会相信他们吗？你怀疑队长说的话吗？百苏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从你们身上我也可以感应到很强烈的正义之气，相信你们留在身边也不会有大问题。果然是龙神呐，但这美人的疑心太大了。第七章，